精神小伙挑战徒手抓鱼，手速太快，这操作真是绝了。我敢肯定大多数人都没有尝试过徒手抓鱼，这可是一件难事儿。毕竟鱼在水中反应可是非常迅速的，一摇尾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徒手去抓非常具有挑战性。但就是有人不服，国外一农村小伙就准备尝试一下，拿着塑料盆和一些自带的诱饵就来到了河边，用水把独家秘方给调配一下，充分进行搅拌，坐在树枝上把这些调料倒进河里面，看来还是非常有诱惑力的。一会儿就有大鱼跑了过来，小伙也是眼疾手快，一把抓出来丢到了岸上，一会儿又抓住了一条，看来是掌握了精髓呀，用得出神入化的无影手。但这还不是最刺激的，最后一条大家伙出动了，小伙紧绷着神经，双手同时发力抓住后没稳住重心，还跌进了河中，好在鱼没溜走，收获满满的一天，这操作太厉害了。